看生态景致，或是坐上飞艇来趟飞越世界之旅。透过 4D 剧院及飞艇体验，就能体验科技感的海空魅力。就假日带亲子来这边走一走啊，看看 Tito 人家介绍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，相当不错。基隆科技旅游新景点搭配周年庆活动，百元游涨，吸引了不少外县市游客来朝圣。那我们从去年的试营运开始，到去年的九月，我们的 3D 橘猫推出，那一直都就是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敲碗新的内容、新的影片这样子。所以这次周年庆呢，我们 4D 剧院有新的影片深入北冰洋，然后以及就是我们 LED 的橘猫也会推出更多的周边，然后还有餐车，还有各种就是像是新的影片，然后会在就是跨年之后一直到春节期间与大家见面。馆内也有六轴体感的设备体验，包括海上快艇竞赛与 F16 的飞行驾驶。很想坠机，但是就是它那个非常的那个就是有真实感。它虽然坠机的时候会重生嘛，但是会非常有那个可玩性。智威集团在基隆打造这个 Anniverse 漫游者基地，那里面主要呢是透过各种的 LED 荧幕，还有各种体感的设备，提供一个虚拟体验的一个服务。好玩，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打卡朝圣。迎接周年庆，馆方推出了系列活动，还包括了 3D 橘猫新年彩蛋的惊喜登场，要陪大家一路玩到龙年春节，给游客六轴体感的科技体验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